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姐。一姐在美版知乎 Quora 上看到一条印度网友的提问，问题是印度何时以及如何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？一看到这个问题，一姐就预感一大批印度网友又要炸出来，发挥他们神牛上天的功力了。好了，一姐带大家一起来见识见识吧。印度网友 Ankit Vashsa 回复道：印度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那时每个孩子都能够得到适当的教育，那时不缺乏清洁的饮用水，那时生活质量将达到最高标准，那时女孩将会安全，那时印度农村的女孩将会毫无恐惧地上学，那时所有人都能够得到适当的卫生设施，那时每个人每天吃三顿饭，那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将会减少到最低限度等等。虽然有很多，但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，印度将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到那时将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，只有对印度在全球水平上的排名的赞赏。印度女网友沙利尼Singh 回复道：印度有潜力成为超级大国之一，著名学者阿尼尔库马尔几乎肯定印度将在21世纪成为一个超级大国，他预测到2015年印度将超过中国，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，并在2025年成为一个成熟的经济超级大国。印度网友 Simon Air 评论道：到2050年，这一目标绝对可能实现，我们将在2050年之前成为一个超级大国，但是如果我们保持现在看到的这种稳定的增长率，到2050年才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，我们在全球军事指数中已经排在第四位，这是因为目前印度是地球上发展最快的国家，发展指数为7.5%，高于中国的6.9%。有了这样一个强劲的经济，我们将能够在国防上大量投入，从而使印度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。更高的国防预算并不一定意味着更高的军事实力，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这样说，因为我们将同时关注质量和数量上的优势。是的，如果我们一直保持这种快速的增长速度，我们确实有潜力成为全球火力强国。印度网友 Aaron Mahatra 评论道：印度曾经被称为世界上的金麻雀，现在被福布斯杂志称为下一个世界超级大国。对于一个拥有12.5亿人口的民主国家来说，这个梦想似乎是可以实现的。印度经济仅次于美国和中国，其军事实力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排名第四。印度已经加强了它在世界上的地位，但是尽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，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并不容易，当然也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。印度面临着社会经济问题，道路、电网、住房、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协调，所以是的，印度可以成为一个超级大国，但不是在不久的将来，也许到2050年左右。印度网友 Ashtosh Care 看后评论道：如果我们想成为超级大国，前面还有漫漫长路。如果你认为拥有庞大的军队和不断增长的 GDP 可以让你成为一个超级大国，那你就错了。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，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基础设施。如果我们谈论基础设施，它远不及当前的超级大国美国或中国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，我们需要提高我们国家的整体生活质量。我认为我们需要等到2030年才能实现这一切，然后我们才能称自己为世界超级大国之一。印度网友 Napugash 评论道：好吧，也许吧，让我们乐观一点，什么时候，在不久的将来。感谢全球化，我们正处于最好的时代，因此印度仍在谨慎地推销其成为超级大国的利益。印度正享受着最高的 GDP 增长率。我们要从外交战略高度出发，从关系回暖走向经济发展。我们也应该与科技发展携手并进，我们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应该小心。许多报告预测印度经济将在2050年超过美国，但是如何将我们国家的利益与全球利益相结合，仍然取决于我们自己。看完这些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以上印度网友的观点，那就是印度有潜力绝对即将超越中国和美国，成为下一个世界超级大国。一姐感冒刚好，怎么还觉得后背瑟瑟发抖，就问大家怕不怕。